单元七，结账作业，餐饮服务类。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蔡志明老师。这一站我们要教大家的是柜台作业。我们抽到的题目是 C07， 测试时间一样是15分钟。这一题我们一样有三个重点要请同学注意。第一个，我们在做收银机操作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步骤来做操作。第二个，请同学在填写资料的时候，也要填写上正确的数字，避免出错。第三个重点，这一题有换货的作业，在操作的时候会比较复杂，请同学要特别注意。接下来我们请同学来做示范。操作项目一为柜台结账作业使用设备介绍。在这里特别提醒同学，自民国111年开始，因应新改版的门市丙级考题，原来测验时使用的传统发票会改成感热式电子发票，操作系统的界面也会有些许不同。操作项目二为检查本数科测验时所使用的袋内各项准备用品是否完整无缺。于答案卷上填写数科测试编号与签名。在这里要提醒同学的是，将现金包含纸钞与零钱收置于收银机现金盒内，放置的顺序一定要由右至左，由小到大放置。操作项目三为柜台结账作业。结账作业，请同学依照数科题目中所列之购买商品进行结账作业，输入统编并请顾客确认，最后完成结账找零并开立发票。您好，欢迎光临，我这边为您结账。您买的是四份披萨类欢乐霸平日早时段商品，250元。现在四人同行会有一人免费优惠。请问您需要打统编吗？好，您统编是03768006，请帮我确认一下。你今天购买的金额是1250元，收您现金1500元。谢谢光临。换货作业，首先请同学询问顾客是否有带发票，
并确认换货商品，请依照数科题目中所列之换货商品进行换货作业。您好，欢迎光临。您的饮料类水汽蓝神商品做错了，请问您有带原来购买的发票吗？我这边立刻帮您处理。请同学特别注意，在换货时因为没有新的发票记录，无实际的交易，所以不会产生新的发票，只有在 POS 系统上做记录更换而已。很抱歉，这是我们为您重新做的饮料，谢谢光临。